没有出口，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出口要。哎，我发现他，那我在那边等他们好了。他居然要牵，要走中间，不是牵绳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害怕的样子。哇，原来是走中间的。哎，我们没办法，站中来了，来了，这里很棒，很棒，这里很棒，有没有？这里很棒，哎，要走上去哦，再往回走。那边没有出口，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出口要。哎，我发现他，那我在那边等他们好了。他居然要牵，要走中不是牵绳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害怕的样子。哇，原来是走中间的。哇！一、二、三。这里是龙云啊玻璃桥 Glass Bridge 天空步道，是这个地方。刚刚大家体验了一下，那个只是一个小菜沙拉而已。完蛋了，好吧，这边是亚洲最厉害的。刚刚看到几个色彩都吓死。然后这一边这个，它是在我们全亚洲海拔最高的天空步道，这里大概2200公尺。那我们在这边先给它暖身一下 ，warm up 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两个贴文他们的成绩。哎呀呀！你唱着你的歌，唱的好我爱的人。香港文大爷，嘟嘟大爷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来开始交接，望着我们的阿妹，走走走，不怕了，嘿嘿，见鬼啦！在屋顶唱的你的歌，在我心和我爱的人。让芳芳的月，献给最孤独的月。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就动定住。爱该修求解，梦有你哦美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好的，贴文按赞数，恭喜黑队获得7755。我们的黄队6849。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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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了。但是我们的观看次数比较高。还有分享，对对，还有分享比较多。对，就是他们看了以后觉得，但又觉得不好，他们看了以后觉得不赞这样。对，所以恭喜可以获得我们这个啊拿分的机会。好，来，我们派那个星星接，然后静静丢，预备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！一个，哇，厉害哎！哎呦呀，地上高，呜！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要干扰，要干扰！哎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！哎呀哎呦！哎呀哎呦！两个，哇，帅嘞！